我手太脏了，我刚才把那个椅子给抓脏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洗个手，暂停一下。Oh my god！ 啊，这样就是可以摇。然后今天拍这个视频没有其他意思，就是我最近其实到了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我自己装了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我就觉得应该拍个视频，不然就很浪费，就是我每次都很费劲的去装一些东西，然后无人知，你知道吗？我自己没有成就感。但是这个凳子安装好简单呀、啊、Oh my god， 大家夸夸我安了一个凳子，大家夸夸我，拜拜。